胶的拍不了程度啊。换镜头换来换去很容易路程啊，所以长焦就长焦了，就没办法一直换，就拍近的，这拍远的，拍远的，不停压的，哎，拉大，拍远。有什么样的感觉哈？对你才要推那么大，对啊对啊。一二三四，我可以左手拿右手拍啊，哦，这么厉害。来，我拿手拍过。因为那个快门够快，所以还好，不会晃。这个要拍近的比较快，就不会。好，你跟大家说叫什么名字啊？你有什么样的这个游戏给你什么感觉？不能是讲我觉得它很好哦，或者是你可以说就是你玩游戏，你就交给你看什么。来跟大家讲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有声音吗？没有啊。喂。好，接下来的时间我就把。